很荣幸在陶艺角航空在前面前呢，可以跟大家说几句话。就在今天呢，你们就要各自迈向下一段的旅程。那不管你们的旅程呢，下一段旅程在哪里，希望你们永远能够记得你们青春的起点在陶艺角，带着在陶艺角拥有的经验，还有师长的教诲跟祝福，然后一起起飞吧。那我在这里祝福大家，永远心满梦想，永远不要忘记追逐梦想的勇气还有能力，不要忘记各位同学今天的一些时光。祝你们毕业快乐，祝你们下一站